一个光绪的青花小碗，款式光绪连字，这民窑的，这些纹饰都是仿这个，是康雍乾三代的这个连瓣纹，但是既有像也有区别啊，既是仿也有区别了，这都是雍正的纹饰，小小的一个碗，青花的。里面没有什么，没有纹饰。里面，你看这个胎都不够洁白。那个胎，它这是凸出来的，有印上去了，印花的那种感觉。光绪帘子小小的，这个青花是浅淡浅淡的。很浅，证明当时那个料也是用的，除非那种进口的那种洋料。到了晚期啊，其他那个土料，那个料都是，比较差。光绪了，光绪连字。